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们能够知道上帝他是何等的信实慈爱，永远都不离不弃在我们的生命，因为我们是他重价买赎回来的儿女们。今天我们能够信靠他的，我们真要好好的珍惜，神必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。包括在线上的朋友们，不管人生走到什么的阶段，或者已经失去了盼望，失去了方向，这位全能的神都可以帮助我们继续的前进。在他里面没有难成的事，他必牵着我们的手继续走下去。阿们。我们就诗歌来献上感恩的心，先感谢耶稣，是他成就这一切，使我们可以领受他那不离不弃的爱。我们感谢他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当一切已失去盼望，你来到只给我希望，耶稣你是我生命答案。当我已经失去梦想，你来到指引我新方向，指引我新方向。何等感谢，因着你的爱永不止息，你为我舍身，你使我能重新站立。何等感谢，因着你的爱永不止息，你为我牺牲自己，赐给我美丽生命。何等感谢，让这诗歌成为你的对神的回应。不管处在任何的失落、不顺利，或者是充满着许多的重担压力，弟兄姐妹朋友们，让我们这时候歇下，如同这首诗歌说的，他要恢复我们，他要给我们有生命的盼望和方向。好吧，我们再次做诗歌来到向神祷告，认定我们的耶稣，爱我们的耶稣，哈利路亚。一切已失去盼望，你来到只给我希望，耶稣你是我生命答案。当我已经失去梦想，你来到指引我新方向，指引我新方向。何等感谢，因着你的爱永不止息，你为我舍生命，使我能重新站立。何等感谢，因着你的爱永不止息，你为我牺牲自己，赐给我美丽生命。何等感谢，因着你的爱永不止息，你为我舍生命，使我能重新站立。何等感谢，因着你的爱永不止息，你赐给这真自己，赐给我美丽生命。何等感谢。好吧，是你闭上眼睛，就把你心中觉得失落的，觉得没有盼望的，接着已经失去的梦想的，失去的力量的，来告诉神。哈利路亚，是的，主啊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自己来开口告诉他。哦，我们把我们的失落，把我们的所有的失去的盼望，再次主啊带到你面前。哈利路亚，希格拉巴巴巴巴巴山。哦，我们所有的失落感，我们所有的无助感，我们觉得主啊没有方向那个前面道路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恢复我们的信心，恢复我们里面的盼望。哈利路亚，希格拉巴拉巴拉巴。哦，主啊，因为你是有
永远为我们舍己爱我们的主，好不好？来交托给他，把你的生命，把你的前途交给他来祷告。哦，因为他掌管我们的一生，我们的一生他会带领我们。哦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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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神，哦，主啊，来除去我们心中的失落，来除去我们心中的所有的重担。哦，深深来触摸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深深再次感受到你的爱。哦，在哪里软弱，主你使我们刚强起来。在哪里我们迷失，主啊，你让我们找着真正你来的方向。西格拉巴巴巴巴，西格拉巴巴巴巴巴巴巴，开口祷告，开口祷告，把你的重担卸给他，我把你的无助彷徨交托给他。西格拉巴巴巴巴，哦，耶稣啊，你就是我们的真正的道路。西格拉巴巴巴巴巴，来指引我们。西格拉巴巴巴。好不好？跟我这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要相信你，我把生命，把我的前途，把我的一切再次完全的交给你。你是生命的主宰，你是创造我的神，更是带领我一生的神。我愿意相信你，我也交托给你，除去我心中所有的失落感，除去我心中所有的重担，所有的忧虑，所有的混乱。主，你的爱成为我最大的力量，使我能够勇敢向前。谢谢你，爱我的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不好？再次说何等感谢，何等感谢，因着你的爱永不止息，你为我舍生命，使我能重新站立。何等感谢，因着你的爱永不止息，你为我牺牲自己，赐给我美丽生命。何等感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不管我们失去了方向，失去了彷徨了，甚至失去了你原有的梦想，弟兄姐妹朋友们，这位全能的神，他已经在你身上美好的计划，他肯定可以重新的带领我们。正如同圣经在生命记第三章第六到第八节，上帝告诉，借着摩西告诉约书亚说，你们当刚强壮胆，不要害怕，也不要畏惧他们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，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第七节讲到，摩西招了约书亚来，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，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，你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。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，他必与你同在，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摩西还在的时候，他已经预言在约书亚身上。我们知道在约书亚记第一章也提到，当摩西过世了，约书亚的老师，约书亚的师父，或者他属灵的父亲过世过后，当约书亚不知道前面应当如何思考的时候，因为神应许整个以色列团队或者以色列的百姓是要进入迦南美地，但是这个领袖死了怎么办？没有人带领他们。但是神的话就告诉约书亚，你要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慌，无论你往哪里去，我都必与你同在。所以之前我们知道摩西也告诉约书亚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所以今天不管我们在什么情况，我们认定这位爱我们的神，为我们已经在2000年前来到这世界，为我们钉死十字架，
流宝血救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，他绝对不会放手，他不会放弃。不管我们觉得软弱了，不管我们觉得没有方向了，不管我们迷失在任何的问题里面，记得他仍然要带领我们来仰望他，来亲近他，来告诉他，紧紧的让他带着我们恢复我们。阿们。所以我们就诗歌来一起宣告，是的，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你从来不放手，你从来不会让我们继续的活在迷失当中，继续活在这个惊慌失措当中，不会继续活在失望难过中。阿们。因为神必带领我们继续前进，来相信这位神。哈利路亚。让我们一起来宣告，是的，主啊，你必不放手在我们的生命。哈利路亚。在那一次失措迷路中，你亲手呼召我，在多少次盼望失无助中，你大能扶助我，在每一次失望难过中，你用爱护卫我，你允许从来都不落空。在每一次失措迷路中，你亲手护照我，在说到此彷徨无助中，你大能扶助我，在每一次失望难过中，你用爱抚慰我，你应许从来都不落空。抬起头仰望，祝你的荣光，有你在我身旁，我心坚强，你是我往前走，你紧紧牵着我，不放手，不退后，到最后。抬起头，抬起头仰望，祝你的荣光，有你在我身旁，我心坚强，你是我往前走，你手紧牵着我，不放手，不退后，到最后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愿意让神牵着我们的手，他绝不放手。好吧，我们再来唱多一次。主管我们在什么情况，是的，我们认定他，我们整个家庭也好，我们整个前面的道路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也好，神啊，你必指教我们，你必带领我们，哈利路亚，包括我们整个国家，哦，全世界万国民族啊，你仍然不放手，因为都是你所拣选、所爱的百姓，哈利路亚。在每一次失措迷路中，你亲手护照我，在多少次盼望无助中，你大能扶助我，在每一次失望难过中，你用爱抚慰我，你应许从来都不落空。抬起头仰望，祝你的荣光，有你在我身，坚强，你是我往前走，你紧紧牵着我，不放手，不退后，到最后。仰望我的神，抬起头仰望，祝你的荣光，有你在我身旁，我心坚强。
向他。哦，人可能放弃你，这个世界可能看不起你，哦，但是这位爱我们的神永远不放弃我们，永远不放下我们的手，他会带领我们。哈利路亚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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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带领我们的生命，谢谢你没有放下我们，谢谢你带领我们每个家庭，谢谢你带领每一个的国家，谢谢带领每一个的基督徒，每个儿女们，每个教会。
教会神和你们和属灵的家人来祷告，每个属灵家人一样，主啊，你从不放手，因为都是你重价买赎回来的，让每个弟兄姐妹年年长的都能够继续的紧紧来跟随着你，不偏左不偏右，若有迷失像浪子都要回到你面前，继续的跟每一个的主长领袖牧者们连接，让迷失的羊回到你的圈中，回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来重建每一个的神的儿女，主啊，恢复每一个的神儿女的荣耀，为了你的荣耀，哈利路亚，为了你的荣美，为了你的荣耀，主啊，让你的教会见证你继续前进，排除一切拦阻，排除拦阻，主啊，带领儿女们前进，前进，进入迦南美地，进入应许之地。说拦阻的儿女们前进的，说捆绑的儿女们退去，奉耶稣的名。哈利路亚！我们宣告神的儿女，每个家人都能够抓在你的应许里面前进。哈利路亚！你不放手。哈啦啦啦啦啦啦！抬起头仰望，祝你的荣光，有你在我身旁，我心坚强，一直我往前走，你紧紧牵着我，不放手，不退后，到最后。各位，为我们整个社会国家来祷告，为我们每个君王来祷告，因为每一个的政府，每一个君王所做的决定都会影响人民，所以神的话要我们不注意在于君王来祷告，这是说为我们每个国家，无论现在处在任何国家，为你的国家的政府君王来祷告，因为神的恩手在他们身上，让他们能够行事公义正直，所有魔鬼恶者牢笼的退去在我们身上，好不好？这时候我们举起手，哈利路亚，来宣告主啊，你也不放手，在我们的国家，在我们每一个百姓和政府身上来祷告。哈拉拉达卡罗巴巴巴巴谢卡拉巴拉巴巴巴巴巴巴，不管是马来西亚，不管是印尼，不管是新加坡，不管是台湾，不管是香港，不管是韩国，不管是中国，不管是美国，不管是欧洲国家，在任何一个国家，拉达卡罗巴巴巴巴巴巴巴下来。来为着每个在位的君王来祷告，为着每个百姓来祷告。耶和华巴巴巴巴巴，主啊，你也不放手在每一个百姓，你没有放手在各国各民。耶和华巴巴巴巴，哒哒哒哒哒，哦啦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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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真的安守安守在每个国家。哦，主啊，你的恩义，你的主啊，自由来地在每一个路径。每个生命在所有的患难中，在所有的肺炎当中的主啊，求你来施行医治，施行拯救，让政府有智慧来做出一切决定，让政府有怜悯，有公义正直来帮助百姓们。主啊，你不放手，让每个国家的整个的经济能够被恢复，百姓们能够恢复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谢谢你，哥拉巴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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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！主啊，谢谢你，哥拉巴巴，你永远永远没有放手，哈利路亚！好吧，这时候特别为着那些在死亡边缘的，在这个患难绝望中想要自杀，在恐惧忧郁当中想要结束生命的人，这些死亡边的人，我们更宣告，怜悯的父不放手，神若不允许，神的话说，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，神若不允许，撒旦魔鬼是不可能来伤害，所以我们这时候来祷告，那些在急难患难中在病床上的，在思想上绝望要自杀的，
哦，那些被恶者捆绑要选择毁灭的，这时候为他们来呼求，主啊，你的诗人手领导，哦，像诗人的手领导血肉病里人一样，当血肉病绝望要放弃了，但是主耶稣让他被医治了，哈利路亚。当这巴迪麦上，这个永远是乞丐的巴迪麦绝望在瞎眼当中，但是主啊，你触摸他，他就得以看见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在神里面没有难成的事，他愿意触摸每个生命，他的手永远放弃，因为不放弃任何一个人。好吧，这时候你灵里面祷告，你想到任何那些绝望的人，你在灵里面带着怜悯的心为他们带到，哦，让神赐的手触摸他们，神赐的手领导他们，所有的绝望的就要恢复有盼望。哈利路亚，灵里面去看，灵里面去看，哦，那些贫穷的，那些疾病的，哦，那些失落的，那些想要自杀的，那些在疾病或者身上的重担压力的，哭啦吧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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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妈夫啊，啦吧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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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，求你怜悯，求你怜悯，求你医治医治，哦，降下你的恩典啊，啦啦啦啦啦啦吧吧吧吧，谢嘞嘞嘞嘞嘞嘞嘞，哦，那软弱的主啊，求你刚强。哦，所有死亡的意念退去，哦，主啊，求你施行你的医治，施行你的拯救，不放弃任何一个人。哈利路亚，西嘎达巴巴巴巴巴巴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好吧，我们请同心来宣告，亲爱的天父，每一个生命都是你所创造的。虽然世人因不认识你迷失在这个世界，但是阿爸父啊，你说你就是那位顾念每个生命的父，因为你说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，你尚且养活他们，更何况是每一个有生命气息的人。主啊，你已经借着耶稣拯救这些人，所以我们相信神啊，你要差派天使，你要亲自来显明，在所有这些绝望人当中，让他们恢复盼望，让他们恢复信心，让他们遇见你，让他们听见你，让他们被你找着，使用你的教会。谢谢你主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好吧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神永远不放手。同样，你现在拿起你手中的这个祷告卡，如果你没有没关系，你可以拿一张纸，以后你先提前写。每一次的线上祷告，我们为两个人提名祷告，所以你拿起祷告卡，为这两个人，你可以写满所有的空格。但是今天你在选择用两个人，每一天不同的两个人，一个星期就是十个人，因为我们每天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线上祷告，我们都会有两个人祷告，所以你可以写下两个人的名字，可能是你的亲人朋友邻居，只要是你所认识的，我们就是要成为他的一个的管道，能够借着祷告，借着以后我们的连结联络，带领他来归向耶稣。好吧，这时候我们就拿起你的卡，或者拿起你手中的这个名字，好，你记住这个人了，看住这个人的时候呢，这时候先闭上眼睛，让我们心里面求主给我们爱这两个人的心。好吧，先为你自己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西嘎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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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善奈，哦，主啊，给我们爱这我们要祷告这两个人的心，想着这两个人，无论是你的亲人朋友都可以，只要是还没有信主的迷失的基督徒都可以。哦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哦，哈利路亚。好不好跟我这样说，亲爱的主耶稣，给我爱这两个人的心，我把他们交给你。好不好，你自己告诉神，把他们两个的名字告诉神。主啊，谢谢你把唐元清哥哥交给你，主啊，把这个小阿姨交给你，奉耶稣的名，
好，一起说，天父，你认识他们，你创造他们，你在他们身上有美好计划，你在他们生命也绝不放手。我要相信你必拯救他们，你赦免他们，你医治他们，你恢复他们，让他们经历你，除去所有心中的蒙蔽，所有黑暗的权势退去在他们的生命。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呼召他成为神的儿女，赐福他，保护他，使用我，好不好？这时候祷告更重要是神啊，使用我，自己为你自己祷告，主啊，使用我来带领他，给我话语，给我口才，给我爱心，给我怜悯。圣灵啊，恩膏我们所有弟兄姐妹，恩膏我们所有弟兄姐妹，现在恩膏我们的手，恩膏我们的口，让我们成为神的这个双手，把他们带领回到神面前，带领他们来归向主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使用我们。哈拉达卡拉巴巴巴巴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你必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的这个朋友、家人来归向你。谢谢你，主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西格拉巴拉巴拉巴山，天父，我们宣告，你已经垂听我们的呼求。我们宣告，这两个人必有一天要来归向你。谢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！是的，主，我们要相信，每一次我们的呼求。都是何等何等的成就你的旨意，主啊，你必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绝对要相信神必带领我们，不管你的工作，不管你的家庭，不管你的服事，不管是前面日子是怎样的，我们要相信神能够带领我们，不偏左不偏右。所以记得紧紧来跟随他，来亲近神，是我们每天最重要的事情。好使无论你的工作、读书、做家务的、服侍的，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，都能够与他同行。哈利路亚！是的，主，我们再次说，引领我，引领我，使我不偏左或右，走十字架的路，直到把你看清楚。告诉神。引领我，使我一生不迷路，在你的光中能把你看清楚。好不好？举起手，告诉神引领我，引领我，使我不偏左或右，走十字架的路，直到把你看清楚。是为你自己来祷告和宣告。我们可能迷路了，可能在你的罪中打转，可能活在一些被捆绑的不好的习惯，可能陷入说情感上的创伤走不出来了，可能我们已经失落了、迷失了，好不好？这时候神的话语的诗歌，让我们把生命交在他手中，再次的都是个单纯的孩子。主啊，因为你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这颗的爱，好不好？用这首诗歌来最后成为了祷告。在我生命中，你是我心里唯一的爱，我像个小孩在你的怀抱。在我这一生走过无数的坎坷艰难，如果没有你，我该如何继续？好不好？再次在我生命中，在我生命中，你是我心里唯一的爱，我像个小孩在你的胸怀，像孩子一样。在我这一生走过无数的坎坷艰难，如果没有你，我该如何继续？告诉神，你双手是我的帮助，再多苦也能站住。你
去主导文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这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阿们，所以记得弟兄姊妹，这位神永远不放手，愿神赐福你。